健康数据的追查有结果了吗？破译进度52%，我需要时间。金钱换时间，不就是他们想做的？只怕是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等着看我大显身手吧！如果再不抓紧调查，这条线索可能会彻底断掉。女神的天平想维持平衡，或许需要一些额外的助力。我是不会让任何危险靠近你的。放心，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就好。看来对于我的邀请，你已经有答案了。你别走，好不好？你是做我的搭档，好吗？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好看，很般配？没有任何一个法律体系是完美的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这样的事情发生。他可以参与更深度的调查，退出调查组好吗？都是我说的。所有人都要避免危险的接触。猜测，这个